用酸乳精装果粒，喝出果粒，嚼出滋味。用酸乳和您一起期待下一站的精彩。好料迎新运动会，迎来超强能力者。我是举重运动员李文文。我是中国体操队运动员张博恒。我是中国羽毛球队运动员梁伟铿。我是中国羽毛球运动员王昶。他们花式组队，火力全开。抽象抽象，四名大将，像模像样。竞技队，竞技队，打得抽象，对对对对。对对，我举报，有人喊口号，欢迎把他声音翻出来，不行吗？哎呀！321，看这边高能不停，这么快啊！阿珂的手很快的。321，看这边。哇！我刚才仿佛看到了小丁泼出的那种力量，啪！非常规羽毛球赛更有惊喜，小丁助力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请安静，这样的比赛是有声音可以听的。我们是不是被这个声音干扰了？每次过来的时候咚一声。好，他们有战术了，要投后场了，注意啊。迎新音乐茶话会，嗨翻全场。梁伟铿的婚礼上，王昶会想要唱什么歌呢？王昶其实有点害羞，最重要的是拉住那个伟铿的时候，刚好那句歌词是“就算你是闺蜜”。别发病了，我们要目标征战3到4届奥运会。张博恒单曲循环过81遍，宝宝巴士，投币听的是吧？宝宝巴士。我歌单里真的有这首歌，哪个宝宝不喜欢听宝宝巴士呢？下周六晚8:10，期待与你不见不散。